早上的8:52，那么记者呢先在边喝个热汤。台北的天气说今天会转好，但是还是阴雨绵绵，看看下午会不会转好。喝了一碗的贡丸汤啊，这家大龙面店在那边开了30-40年了，也是非常有名的。他的鱼丸汤真的很好吃，但是今天鱼丸没来啊，喝了一碗贡丸汤，30块，暖暖身。人生不如意10之有8-9，我再宣导一下我们的会员 ：A 主牌不中就尽量不要签，就签 B 主牌。B 主牌已经这个10期就中了5期，你要记住144啊，主要是144，独资碰个两个尾数也真的，那个两只或碰两个那个尾数也暂时不要签，主要就是签 B 主牌的第二组。啊 ，B two 啊 ，B 有 B， 我们现在分 B one、B two， 牌子稳，我再跟各位全车 B two 都签，主要就签 B two， 今天的 B two 就144，这个是已经中了5期啊，10期之内中5期，每隔1期都有开，你一定是赚钱的啊！但是呢，希望今天大家好运啊，能够中3星啊！我已经中了5次了，礼拜六。是中2碰2星，2碰2星本钱那么100多块钱，对不对？100多块钱是2星，你中的话就是5300加5300就是10600。有会员来说中了啊，分我1/3，他1/3，你不要那么辛苦啊，因为你连这点小钱都付不出来的话，啊，会费2000啊或后谢费600你都付不出来的话。请你另请高明，到别的地方找，大家不伤和气，啊、哦！按照以往，我们卖全车就要1车，后线1车，可以啊。我也不要3/4，我要就是要1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江湖讲的，兄弟各混各的啊。我是个4肢瘫痪的人，我现在也不跟任何人嘴巴争斗，很简单嘛，那不适合我们。以后奈就不要再传来了啊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你询问我会回答你啊。你要去找，你要去干什么？那是你家的事啊。我的会员跟我那么久了，我不劝会员，我也不劝新加入会员。我会员很多啊，甚至我一个会员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都、活得好好的啊，都活得好好的。我虽然不是有钱人啊，但是我都赚了钱做善事的啊。我赚钱都做善事。